我现在很想用夹子，以前都很喜欢用铲、用炒锅、用铲，哦，铲子，现在都喜欢用夹子。欸，真的，后来发现会煮饭的人反而都是用筷子这样子，就是煎，嗯、就是这样锅拌炒、哦，对，或是用夹子。所以你的 level 又进行到下一个关卡了。好，没错，你现在变成厨神了。好，所以你要分享的就是那个嘛，夹子嘛。那你有用过那个？那个，刚刚你自己用那个牛排翻锅的感觉是什么？就觉得煎起来特别漂亮啊，特美。比起以前，对啊，因为它有那个纹路，又加上它可能比较会有一点点均匀的散热的感觉，嗯、对，就比较不会那么干食物。对，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那你这样收集完了之后，会想要就是？你刚说煮菜是跟同学一起研究？对啊，我们会一起买菜，然后有些人负责洗菜，有些人去备菜、哦、有些人去炒、哦、然后他们在炒的当中我就开始已经在清理桌面、哦、就是一种轮流米其林的做法。对，这个很重要，分工合作，然后把我觉得那个厨房要干净，嗯，那种煮起来的感觉才很舒服，嗯，因为有时候煮完整个厨房很饿，完全不行，嗯，一定要干净 ，yes， 对，真的是高级的做法，嗯、真的很厉害呢，真的。然后再问一下，你刚就是我们刚好看到跟全先生一起拍广告嘛，而且之后也会推出一个节目，是跟全先生一起合作的，啊、对，很期待，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料理的东西，但是因为、嗯。煮给自己吃的时候通常都比较简单，那如果做节目我可以偷学到一些不一样的菜单，嗯，所以还蛮期待的。三道菜对不对，有三集的内容、嗯、叫爸爸回家做晚餐、嗯、9月23 10月13 10月20号会在全联的 YouTube 给大家看到。好，谢谢九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线上的记者朋友来发问吧。完全没声音，对，他没有声音进来。喂，你好。嗨，我是三立新闻网的记者尹翔。你好，尹翔，有声音对不对？有声音，有声音对不对？有的。好，我继续发问。好的，想问一下九令，就是如果去卖场啊，它通常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装扮？然后以一个天后的状态去超市买东西，会不会觉得困扰？那会不会有？自己觉得做菜上面你都会去超市是做大菜吗？那你会是大包小包买吗？还是会像就是买一些简便的那种料理包之类的？是哪一些料理方式是你喜欢的？我其实去超市的装扮就很普通啊，就是我还是会穿着拖鞋，然后戴口罩进去，所以也其实没有人管你是谁。对，所以疫情期间大家都长一样，去买东西的时候还蛮放松的、嗯、然后我很少买料理包的东西，很少，可能因为我的口味，我觉得有时候料理包会太重，所以我不会选料理包。然后如果我今天要做很复杂或是很多人份的话，我就会用线上买，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提不动，所以通常去就是补一些稍微简单的东西，这样就是以拿得动为主，零食啊、嗯、或是有时候没想到说哦对，很久没吃这个菜，然后就补一下，嗯，对，有时候常常会进去本来预计要买的东西后来都买别的。对，我们都很常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买了一堆太多东西无关紧要的东西回家。对，好，这个是天后的购物习惯，原来跟我们大家都一样。好，谢谢尹翔。好，下一家是谁呢？来，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哎，是我声音吗？我是 ET Today 的子涵。子涵，嗨，你在线上了，缺品种犬。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九令啊，就是自己平常也会像一般那个主妇一样会比价吗？就是比如说会抢便宜啊这样子。哎，这个我也想知道哎。好像比如说生活用品的时候会，
你会怎么比如说牙线啊，或是在某一个 特卖节的妇女节，或是什么双十二什么的，我都会特别注意一下。你会为了这个然后去买更便宜的牙线？就是有时候你就会买大量，比如说对厨房纸巾，然后一次可能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会买一烙，我可能一次都要买六个，就是一次买足这样。哦，就是所以比如说像某一些清洁用品好了，比如说拖地板的东西，对，我看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那个打折的时间我们再就先都放到购物车。你会这样，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急的东西。哦哦、OK， 就是有一种这种心态啊，就是不急、哦，所以你才想哦，那就放着等有一个优惠的时候拖一到购物车。对、哦，但也不是为了便宜，就是一个热闹的氛围的感觉，很奇怪。OK OK， 没想到透过这一题知道一些小习惯，谢谢。好，刚是子涵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会有还有哪一间呢？哦，来看一下苹果吗？可以问了吗？可以直接问吗？好，可以。你是谁？我是苹果的陈伟。我想问一下九令有没有做过什么？喂，黑名单。哎、欸，我想问一下苹果有没有做什么暗黑料理，好不好？在家化成暗黑料理啊？我之前。好像有上过，那时候不太对于煮东西没有太大的概念。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好像煮过一个什么，海鲜的料理，然后我连烫都没烫过，所以那整个料理都很腥，腥味很重。对，这个是我，小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就没什么概念的时候煮过最糟糕的食物，就是很腥，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对了。海鲜很难呢、欸，海鲜其实是有难度的，虾子啊、鱼啊那种都很烦。哦、我觉得是要自己切洗，然后取内脏那个比较难。以前去上过课，我就说哦，那鱼你切，对。是很有难度的，所以九令的暗黑料理就只有在当时的海鲜啦，现在都很厉害的哦。好，谢谢陈伟。好，下面一位，Hello， 九令你好，我是自由时报的星汉。嘿，哎，你好，想请问一下九令，因为你下个月就要过生日了，可以问一下你今年有什么生日愿望吗？还有这个月是不是推出新歌啊？粉丝还蛮期待的。我本身也很期待，但是好像行程会有一些跟动这样，所以本来要预计要发的，但是会再延后一下这样，但已经都做好了，就等这个良辰吉时，看鬼月过去会不会好一些。然后我的生日，对，生日其实我还蛮喜欢没那么多工作状态的自己，就觉得很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偶尔跟大家见一下面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所以还是希望就一切健康顺心就好了、其实到这个年纪其实要的也不多了。对，大家健康平安最重要哦。好，也希望那个时候你可以放松一点。好，下面一家请问是谁呢？ Hello， 嗨，嘿，我是十周的小梅。你好你好，想请问一下九令，因为最近就是那个防疫期间嘛，那像刚刚你在做料理的时候好像也蛮重视防疫这一块的，那你自己有时候出外出回来自己在家里会有哪一些就是一定要有一回来的防疫工作？我在家门外会有那个酒精喷枪，所以我就会全身都扫过，然后包包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拖鞋什么的都会扫一扫这样，然后
就赶快换衣服，会对，嗯，全身换掉，进家里，对，是这样，然后就会洗手啊，嗯，所以我觉得很最后有点懒得出去，就是因为回来很大一个工程这样，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线上处理购物的事情，嗯，对，就生活必需品，嗯，很完善哦，这个是最可以滴水不漏的，不要让病毒进到家里，谢谢你哦，谢谢小梅。下一家是谁？你好，你好，请问你是？我是中国时报的燕妮。你好，我想问一下九令啊，因为九令刚刚有提到去购物的时候会穿拖鞋，那有没有被粉丝认出来过啊？好像没有哎，没有，这么厉害，很少，对，几乎没有。看我试一下多普通。像大家这样被你讲，就是很对，就是路人一个。那想问一下，九令有没有想要挑战的料理？就是现在还没有达成的，有没有什么料理是你想要挑战的？我好像还没有在家里自己试过炸的东西，炸物，因为我还没有那个测量油的那个温度计在家里，可能比如说做一些。炸猪排什么的，怎么样裹粉才会刚刚好？这样，这个是我还没有试过的，所以蛮想知道 know how。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哦。炸的话，好像炸东西都要二炸，第一次炸完之后，然后先拿起来，对，然后第二就是外酥内软的 paper 就是要再炸第二次，然后第二次就会收汁，然后就炸猪排好像都是这样子，各种。盐酥鸡也是，粉就是要看比例，对，就是好像又有另外的，只是我偷学到的。好，再来一家，小闲聊。Hello， 你好，你好，我是联合玉慧。您好，对，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有谈到，就是说九令好像接下来会跟全联先生会有一个节目，是不是？对。然后那个节目的内容主要是以做菜的方面为主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九令在舞台上面其实他对自己是属于不服输的，那在厨艺上的话是不是也会可能会化身像是厨房界的奶哥之类的，就会比较怕输不起这样子。这是什么比喻？所以奶哥也是不服输，是奶哥不服输，不服输。哦，原来，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对，我自己个性，是这样，就是学一个东西，就是希望可以以我的程度理解，希望可以做到，每一次比每一次更好这样。对，那全联先生的功夫我不晓得多深厚，但如果他很深厚，我就会很想要跟他学习。很期待，大家也可以期待之后的三集的节目内容。好，谢谢九令。目前录制了吗？还没，还没，还没，还没。所以在录制之前会想说先去打听一下是什么样的菜色，然后在家里先做好准备。先打听，我应该会知道要煮什么，这样，但应该现场会有人告诉我吧？会，好，谢谢，都会有准备起来。应该是可以先偷学，应该不会太糟啦。好，我们很期待九令之后跟全先生的这个节目，然后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谢谢大家，健康平安，谢谢，辛苦喽，谢谢九令。